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秉顺，我是吴柳莹，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搭档大考验。第一题，麻烦请写出对方的生日，用五秒钟的时间。五秒。五、四、三。忘记了，惨了。一，好，麻烦请签一下答案。秉顺是4月27。我没有勇气。柳莹是5月30。对吗？对，那对 ，OK。第二题，还好对。请问，秉顺现在有两个小孩，是 Hannah 和 Milton， 现在分别是几岁呢？哪一位是5岁？Milton。然后 Hannah 是1岁。第三题，请问去年柳莹复出后到现在，两个人拿了3座冠军，分别在哪3个国家？没有关系。我哪有什么关系？在5秒钟。5秒钟。4、3、2、1。麻烦请先答案。我比他还好。秉顺的呢？我也偷看我的，只记得2站。我也是只记得2站。一个2016 New Zealand， 对，2015是 Russia。哦 ，Russia， 我怎么忘记了 Russia？ 第四题，现在会请秉顺画一位人物，用1分钟的时间，然后麻烦请柳莹猜一下秉顺画的是谁。人物啊。你要入境吗？不香啊，那也这样。我要转来的时候。